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奶油白菜。哦，那这一批奶油白菜呢，从我撒种子、出苗，然后移栽到这边，哦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大概种了50几天。哦，那生长期比我预期的稍微久了一点。哦，有可能是最近天气冷。哦，再加上这个移栽过来，它可能需要一点缓苗期哦，或是所谓适应期哦。不过整体上来看，大致上都还可以哦。这一期地我大概种了100棵左右。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呢，哦，基本上大部分长势都还算正常哦。大概除了少部分哦，这个生长比较迟缓而已哦。那基本上这一期地我大概都只有施加底肥哦，因为这种短期的这种蔬菜类呢，基本上我就不会再做追肥的动作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它的根系大概就这么大小，所以到底要种多密哦，基本上还是看它叶子展开的宽度了，尽量不要互相影响到就可以了。叶子太脆了，稍微摸一下就折断。换一个。基本上这一批牛奶白菜也没有什么虫害，那也没有什么虫孔。那当然了，我大概归纳的几个原因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气候的温湿度条件，可能最近的这个天气哦，比较不适合这个害虫的滋生。第二个就是种植环境的条件，比如说这个土壤容不容易滋生害虫，或是说像我在旁边都种了一些生菜，基本上就不容易产生害虫，所以它就不容易拓展到这边来。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植株本身的防御能力了，像奶油白菜的这个可能是颜色，或是它的气味，或是它叶子本身具有的这些元素，让这些害虫不敢靠近，都有可能减少害虫的产生。简单讲，种菜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在友善环境的既定原则之下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一面学习，一面发现问题，一面解决问题。
这样就有机会越种越好了。这一颗就很漂亮了，这个所以有时候要感谢老天爷的帮忙了，给了你很好的气候，害虫就不容易滋生了，菜就容易长得相对比较好。这一颗也相对漂亮，先这样了，剩下的过几天就可以陆续来采。